我一直都想要打职业，我知道这是我的出路，所以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目标上面。我父母肯定是不同意的，我在家过得也不开心。为了追逐梦想，我离家出走了两个月，我住在网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，晚上上午打到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，然后去吃个早饭，回到宾馆睡几个小时，醒过来以后我回到网吧继续打，一直没有停过。其实晚上一个人去那个网吧我挺害怕的，因为那条路比较偏僻，路上有不少野狗，他们还很凶。那个时候我的华为分数比较高，是国服第一，然后有些队伍想要招募我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，现在它终于实现了。我曾经加入过几个队伍，最后在安吉争取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我的队友特别厉害，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进步。我个人最遗憾的时候是去年全球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，我那时候虽然杀了菲克几次，杀了菲克的血量很低，这个小伙还有中亚应该有没有单杀机会，给他一下走了，跑不掉这一波，漂亮。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跟他的差距还是很大。哎，这里哎，凯南谁来了吗？哇，小伙被绑到塔下，很危险。这波哎，罗什么情况啊？这次失败对我打击很大，于是我痛下决心要变强，我要赢。今年世界赛在中国举办，大家各方面的压力都不小，我越是想这些东西就越会紧张，这样就可能影响到我的比赛，所以我必须提醒自己集中精神，我只想把中路打好，我要比其他选手更强，我想要拿到更多的冠军和成就，通过我的努力来证明自己，并且成为 LPL 最令人骄傲的选手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，因此我觉得必须拼尽全力去赢取胜利，也需要在全世界的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。